眼下是夜间，行宫的道路两旁都点着灯笼，院内的花草中时不时便飞过光点，是那小小的萤火虫。秋日的淡淡桂花香气时不时的飘来，整个行宫显得格外雅致。朱兰走在沈清念身侧，她收回看向周围的眼神，轻声说着：“娘娘，沿路的这些都是茉莉花树，在您离开后，陛下偶尔会来行宫小住，奴婢也是听说这行宫内。” 栽种了许多茉莉花树，那靠近汤泉旁也有许多茉莉花树，那里常年温暖，茉莉花朵几乎整年都会盛开。沈清念闻言，心底不禁一动。小夏子曾对他说过，兰人偶尔在发病时会来行宫中温养，想必便是那时栽种的茉莉花树。那汤泉在行宫的主殿内，越是靠近主殿两旁的树木，便生得越好。沈清念很快便也嗅见那若隐若现的茉莉花香气，呀。 主殿旁的茉莉花树当真是开着花的，瞧那花朵还不少呢。小菊语气惊讶，眼下虽是黑夜，但道路两旁挂着灯笼，能够清楚的瞧见主殿外栽种的几株茉莉花树都依旧开着花，丝毫不受秋日的影响。是呢，越靠近主殿，这边的气温也越高一些。沈清念看着那一朵朵的白色小花，嘴里喃喃说着。朱兰笑住道：“陛下对贵妃。” 娘娘当真是情深不寿，这三年来她一直在后宫中，陛下所做之事她也不断耳闻。几人说话间，便来到主殿外。沈清念直接去了主殿内，小菊与朱兰则是去安排别的事宜。这主殿很大很宽敞，殿内灯火通明，里头用长长的屏风与纱帐隔开，暗机床榻，贵妃椅一应俱全，既是寝殿也可待客。旁边的桌上放着大大的茉莉花束。 细看之下，那绿叶上还有点点水珠，显然是刚放来不久。整个殿内都荡漾着茉莉清香，沁人心脾。沈清念刚入殿，那守在墙角处的工人朝他行了一礼，回报道：“娘娘，陛下在殿内间的汤泉旁，指挥使也在。”他点点头表示知晓，随后便快步前往内间。主殿的内间有些热，正中间修砌着一个大大的池子，池内白雾缭绕。 周边的角落悬挂着垂地的白纱，旁边摆放着桌椅与长榻，那桌上也是有树茉莉花。整个内间看着要比外头的大殿还宽敞几分。此时宋玄披着外衫，正坐在长榻上，他脚上的长靴已脱去，瞧着精神恢复了些许。锦衣正站在他身旁，两人低声说着什么。锦衣见他进来，立刻朝他行了一礼：“贵妃娘娘。”宋玄也朝着他看来。 随即便吩咐身侧锦衣：“你先下去休息，今夜便休憩在行宫内，明日一早再走也不迟。”锦衣低声应下，他在抱拳后离开。沈青念来到宋玄跟前，在对方身旁坐了下来，他询问：“陛下感觉如何？可是好些了？”方才在马车上，他能察觉到男人很是不适，已经好多了。我已吩咐人将药包放入汤泉之中，待会儿。 便可直接下水。宋玄拉住沈清念的手，眸底闪着几分温和。沈清念闻言皱眉：“你来行宫前已泡过一回，现在再泡一回会不会不妥？”他担心对方的身子吃不消。你且安心，方才神医已传信前来，说是无碍。宋玄宽为着他于景一方才说的便是这事。沈清念闻言便放下心来，他这才看向桌上的茉莉花束，忍不住说道：“谢谢你。” 秋日茉莉很是清新，也很是宜人。这桌上的茉莉，以及主殿内的茉莉，不用想都是这人特意吩咐的。对方身子不适，竟还能念着他，说不敢动那是假的。既是感激，那便陪我一同泡这药浴吧。宋玄略带苍白的脸上浮起笑意。神医说过，这药浴普通人也是可泡的，孕期的妇人也同样可泡。沈清念自是答应。她如今虽怀有身孕。 但身子却无任何不适，精神头依就是很好，甚至连孕吐都没了。片刻后，沈清念与宋玄两人将身上衣物除去，缓缓走下汤池内。虽说是除去衣物，但沈清念的身上依旧是穿着一袭轻纱，内里也有亵裤与肚兜，但这也十分香艳了。她肤若凝脂，浑身的肌肤就好似那剥了壳的鸡蛋般，令人移不开眼。尤其是她锁骨上的那点红痣。 像带着魔力般勾人目光，宋玄也是穿着白色蟹裤，但他上半身的衣物是除掉的，那属于男性的上半身展露出来，叫人有些脸红。他是有底子在的，这今日虽是虚弱，但身材上并未发生变化，那薄薄的肌肉附在身上，似那孔雀在开屏。奈何他们一个怀孕，一个体虚，泡药浴便是真正的泡药浴，无别的意思。 沈清念被宋玄牵住走入药浴内，她的白玉脸颊被热气熏得微微泛红，如小女儿般娇俏。嘶<死>，有些烫，她轻呼着。宋玄身形顿住，旋即便将那微烫的汤泉水捧起，拂至她身上。同时，沉沉声现响起：“那便先是硬适应，泡汤泉起先是会觉得有些烫的，适应后便好了。”沈清念并未泡过汤泉，她任由男人将汤泉水捧起。 伏在他身上，很快，他白嫩的肌肤便微微泛起了红，像宣纸上的片片霞光。片刻后，两人浸泡入汤泉，嗅着鼻尖的轻微药香。沈清念看向身旁男人：“若是坚持不住，我们便上去歇息一会儿。对方的身子还需弱住，想必泡不了多久便会坚持不住。”宋玄面色微微泛红，乌黑的鬓发也染上水汽，他轻轻应了声，黑眸很是明亮。 似那天边繁星，男人的视线专注而炙热。沈清念虽是明白两人此刻做不了什么，但他的脸颊却依旧是有些发热。好在池内白雾缭绕，红了脸也是正常反应。宋玄看出沈清念的难为情，他没忍住，抬手将对方拉入怀中，两人肌肤相贴，无比亲近。他在怀中之人耳畔轻轻呢喃着：“清念。”沈清念耳朵微红。 呼吸也有些纷乱，他在心底腹诽：“不是身子虚，为何还会有所反应？”若是神医知晓沈清念心中所想，定会开口解释：“陛下是虚，并非是废了，该有的功能还是有的，只是不可谓罢了。再者说，这药浴本功效本就是健体，能有此反应也是正常。若是没了反应，那才叫做危险。”沈清念与宋玄病未在池子内泡多久？ 便一起起身了。工人早已抬了浴桶在旁边，里头装的是清水，可供二人冲洗身子。宋玄面色被浴池的水汽蒸得有些潮红，他黑眸似蒙上了一层薄薄雾气，但唇色却有几分苍白，这显得他有几分虚弱。青念，宋玄看向沈青念，沈青念看着男人高大的身形，他自知自己搞不定，便说：“你先等等，我去外头叫人进来服侍你冲洗身子。” 内间虽是无侍从守住，但外面是有值守的。我不必进御桶，随意冲洗一下便可。就像是在江南那回，宋玄连连说住，他的语速有些快，带着几分焦急，听起来并不似方才那般虚。沈清念有些狐疑，这人分明上一刻说话还有些虚弱，怎的一下就这般精神了？宋玄瞧见他的眼神，捂着心口轻咳两声，又恢复了方才的虚弱之态，说道。 青念，我有些难受，想要冲洗后快些歇息，这便是在催促了。沈清念见状，便也不再深究。他将男人拉到浴桶旁，开始用水瓢将里头的清水舀起，浇至男人肩头与身上。内室萦绕住雾气，将两人包裹在其中。下一刻，沈清念也觉肩头温热，清水顺着他的肩膀流下，是宋玄也在往他身上舀清水。你还有力气吗？他一边询问着。 一边手上动作不停，宋玄黑眸深深，只说道：“无碍的，那药浴的效果甚好，用汤泉泡的药浴效果的却很好。他已感觉自己的气力恢复了十之四五，比先前好了不知多少。”沈清念闻言点点头，男人的情况看起来确实是好些的。主殿屏风后的榻上，已经清洗完成的沈清念与宋玄坐在上面，两人都已重新换上初纯白色中衣。 脸颊有几分红晕，眼下已经很晚了，你先歇下吧。沈清念的黑发披散在肩头，她发尾微湿，悬散住淡淡的茉莉香气。方才对方硬是给她擦了湿发，还替她抹了茉莉气味的头油。这人还病住，这磨一番动作下来，想来早已累了。宋玄乖乖,乖躺去了榻上，他点头，那我先休息。他确实是有些困顿疲倦了。那汤浴效果虽是好。 却也经不住他的这番折腾，况且他方才还有些激动，现在冷静下来便倦意上头。沈清念见宋玄躺下，便朝着角落中值守的侍从挥了挥手，低声吩咐：“将烛火灭掉，剩下两盏便可。”侍从扶了扶身子，便快步去将烛火吹灭。偌大的宫殿刹那暗了下来。沈清念侧头看了看床榻之上的宋玄，这人沾上玉枕便沉沉睡去，想来今日是累极。 他自己也跟着折腾了一整日，神奇的是，他竟是没多少疲惫之感，甚至还十分精神。他抬手抚了抚自己还未隆起的小腹，眸中一片柔软，看了看依旧漆黑的窗外，现下大约还有一个半时辰才天亮。他本是不太想睡的，但想肚子里的小家伙能够平安，便也躺去了床榻上。他才刚躺下，那熟睡的男人便一个翻身，将他轻轻拢入了怀中。男人的眼睛并未睁开。 只低低说了句：“青念，快快安睡。”沈青念缩在宋玄的温热怀抱中，很快便也沉沉睡去。他在睁眼时，外头的天色已然大亮。这一觉直接睡到了下午，就连晌午都未醒来。沈青念下意识看了看身旁，早已是空空如也，男人已然起身。他又抬手摸了摸，对方睡的位置一片冰凉，显然是起来有一段时间了。宋玄身子。 都还未好完全，竟是直接起床了。沈清念用眼神环顾殿内，并不见男人的身影，她心头微惊，一个翻身便坐了起来。娘娘，您醒了。一直守在屏风后，小菊瞧见他坐起身的身影，立刻开口询问住。方才陛下起身后，便唤了他进来，让他来守着娘娘。沈清念微蹙着眉头，陛下在何处？回娘娘，陛下是半个时辰前起身的。 方才去了里间泡药浴，是福海在里头伺候住。小菊轻声回着，沈清念闻言这才稍稍松了口气。他又继续问道：“今日陛下起身后，瞧着精神可还好？”“陛下瞧着比前几日好多了，脸色也红润不少呢。”小菊神色间有几分笑意。“陛下身子好些，娘娘心头也轻快些的。”沈清念点头，他示意小菊为自己更衣，待他将衣裳换上，又简单梳洗过后。 那身上冒着水汽的宋玄便自内间走了出来，男人身穿白色中衣，面色微微潮红住，他并未系腰带，那中衣半敞着令腰间尽瘦的线条微微展露。沈青念眼神在男人腰间画了一圈，随后便迎上前去。青念，宋玄律先将沈青念的手拉住，他的掌心有些烫，恢复了往日的温度，薄唇也不再发白，整个人好似恢复正常般。 沈清念忍不住环住男人静腰，言语间染上欣喜。神医真是厉害，你的模样瞧着已好了许多，应当很快便会大好了。这今日宋玄的体虚之症确实是吓到他了，如今症状缓解，他心中是无比开心。小菊及殿内一众侍从早已退了出去，宋玄将沈清念拉入怀中，轻声说道：“我的内劲已恢复了五六成，说不定可提前回宫。” 神医既是说了要泡的十四日，那便一日都不可少。前朝纵使重要，却不及你的身子。沈清念是不赞同的。下一刻，男人的唇便落在他的唇瓣上，带着略微灼热的气息。他听见对方有些含糊道：“清念说得对，唯有身子康健，才可做很多的事。”自宋玄患上怪症后，两人已好几日不曾亲近，眼下稍稍好些，自是忍不住的。 心爱之人就在跟前，他如何能够把持？桌上的花瓶内插着大树茉莉，那幽香之气在店内萦绕，也在两人亲昵而缠绵的动作间萦绕不止。沈清念在宋玄禁瘦的小腹摸了好几把，随后便将人给推开了。好了，我还有身孕，你身子也未好全，不可乱来。宋玄眸底有几分赤红，但他也明白此事不宜发生什么，便强行忍耐了下来。 我先传膳，你将衣裳换好再来。沈清念在男人胸前点了点，旋即绕过屏风去了外间，带宋玄将衣裳换上。桌上也摆好了饭菜，今日有干蒸牛肉，还有肉丸酥肉汤，快些来尝尝。沈清念见男人走来，便出声招呼着。昨夜来行宫便未用膳，他眼下早已饿得前胸贴后背了。宋玄的脸色却有些不大好，他眉头微微蹙着。 来到沈清念身旁坐下，尝尝这牛肉是否鲜嫩。听说行宫的厨子做牛肉很是有一手。沈清念往男人碗里加了一片蒸牛肉，他知晓这人很是喜爱牛肉。宋玄盯着桌上的饭食，眉头依旧是未松下来。原本有了些气色的薄唇，甚至也褪去了血色。沈清念见他状态不对，立即便有些紧张道：“是又难受了吗？这病情如此反复，令他的心也跟着揪了起来。” 宋玄抿唇，神色隐忍克制。我身子并不难受，力气也恢复许多，但却不知为何闻一闻见这饭菜的气味便有些恶心反胃，尤其是这牛肉乔线便觉着很是恶心。青菜与米饭这些清淡饭菜倒是好些，这感觉自回宫那日起便有了，到现在也未缓解。这种感觉虽不严重，却很是折磨人。 沈清念闻言，赶紧命人将牛肉以及口味有些重的菜色，给全部撤了下去。宋玄的面色这才稍稍好些。神医曾说你的呕吐之症是体虚引起，待身子大好了，这症状应当会消失。这十四日便吃些清淡的，我也吩咐厨房往后做的清淡些。沈清念一边说住，一边往宋玄碗内加了青菜与肉丸，肉丸酥肉汤很是清淡，口味也是鲜甜清爽。 宋玄低头吃了口青菜，他的眉头才展开，便也往沈清念碗里加了块我肉丸，滋味甚好。沈清念见他终于能吃上一点儿，那悬住的心这才放了下来。这一顿宋玄吃青菜多，吃肉类少，与他平日里无肉不欢的模样相差很大，但所幸他吃的并不少，连米饭都多添了一碗。沈清念便并未在意。两人用完膳后，宋玄便说：“清念。” 你自己去逛逛，我先处理些折子。他今日的情况好了许多，心中惦念着前朝之事，尤其是沈家父子，他需要尽快着手安排。沈清念也明白宋玄的心思，他领着小菊退了出去，打算在行宫内走走。秋风瑟瑟，他才刚出殿门，没走几步，福海便拿着披风追了出来。娘娘，方才在您离开后，殿内忽而吹进一阵秋风，陛下现了。 便说外头秋风寒凉，命奴才将这披风拿给您。陛下当真是心疼娘娘，替我们娘娘多谢陛下的关怀。朱兰接过披风，面上带着笑意。福海笑着应下后便离开了。朱兰帮沈清念将披风披上，他手中一边动作，一边笑说：“住，陛下当真实时,时刻刻都在惦念着娘娘呢，就连生病也依旧是如此。陛下对娘娘的情谊，当真是天地可见。” 一旁的小菊却皱了皱眉，说了句：“陛下惦念娘娘是因喜爱娘娘，咱们娘娘不也惦念着陛下么？在营帐与行宫内，都是多亏了咱们娘娘。娘娘可还怀有身孕呢，也并未因此而推辞这些事。在她看来，娘娘对陛下也是情意深厚。”朱兰不太服气，在娘娘离开那些日子，陛下可是痴情至极呢。她正欲再说几句，却被沈清念给打断了。好了。 都安静些，陪本宫在这行宫内转转。小菊与朱兰闻言，这才吸了声。行宫清幽，不仅有花园，还有游湖，十分的大。沈清念被小菊与朱兰扶着来到湖边走着，看着湖中那一片片的荷叶，若是泛起舟来，定然十分惬意。他顿时有些感慨。待事情了却后，便将小溪与燕青接来玩玩。眼下虽是秋日，但这行宫受那汤泉影响，树木依就是绿意盎然。 那荷叶也是翠绿翠绿的，丝毫无衰败之意。这湖中还有鱼呢，两位小主子来了后定会十分喜欢。娘娘，您瞧这水还是温热的。小菊说着便上前拨了拨湖面的水。整个行宫都受到汤泉影响，连湖水都有些温度。沈清念有些好奇，也上前用手扶了扶水面。他指尖触碰到湖水，顿时眼神一亮，当真是有些温热。小菊却赶紧将他拉起。 走去了一旁，娘娘，您仔细身子，这湖水很深，要小心助血。沈清念唇角勾笑，只说不碍事，本宫此胎怀的轻松，感觉并不像怀小溪与燕青时那般的艰难，除了前几日有些想吐外，别的感觉倒是半点都无。这才刚开始呢，待月份大了，指不定会多难受呢。只愿娘娘肚里的小主子是个乖巧的，让娘娘也松快这些。 小菊说着俏皮话，朱兰也笑着说：“奴婢曾听宫中老嬷嬷说，头胎是最最难受的，后头便会好些。”主仆三人围着湖边走了会儿，小半个时辰后，沈清念才回到店内。她其实并不疲惫，但眼下肚里有了孩儿，也不敢过多的走动。前三月的胎象还不算稳，还是得多多注意。店内焚了香，悠悠的茉莉香气散在四周。沈清念一入殿。 正埋头批折子的宋玄便将头抬了起来，他今日着素白裙衫，耳坠是一颗小小的纯白色茉莉，瞧着很是素雅。行宫可好？宋玄将眼神落在他耳间，出声温和询问着。沈清念来到男人身旁，瞧见案几的奏折垒了好几摞，都等着处理。他说道：“陛下累了便要歇歇，你的病症还未好全，切莫过于操劳。”男人将他的一只手牵过。 放置薄唇前，亲了亲，瞧向他耳坠的黑眸，很是明亮，茉莉淡雅纯净，很是适合你。饶是经历过这般多的事，在他心中，青念依旧是纯净无瑕的。沈青念抬手抚了抚茉莉耳坠，清冷的脸庞浮起笑意。汤泉养人，竟是连茉莉都不曾凋零，好似我对青念之情。宋玄含笑说着，情话倒是张口便来，陛下的嘴就跟抹了蜜一般。 沈清念笑说：“住。”这时，殿外侍从来报：“陛下，指挥使大人在外求见。”沈清念见，撞将笑意敛下，看向男人。指挥使现在前来，应当是有要紧之事。我正好想去花园逛逛，便不打扰陛下。说罢，他便想要离开，却被宋玄给拉住了手。宋玄吩咐侍从，让指挥使传进来。待那侍从下去后，他又对沈清念说道。 你我夫妻一体，无需在意这些虚礼。沈清念见状，便也留了下来，在他身旁的凳子上坐下。很快，一身飞鱼服的锦衣便走了进来，他跪下行礼：“陛下，是边关传来的密信。边关密信或传于暗卫，或传于他手，呈上来。”宋玄淡淡开口。锦一起身将那密信双手呈上。宋玄将密信展开后，便往沈清念身旁递了递。 两人一同检视起密信来，而锦衣神色并无变化。他是跟随陛下去的江南，也曾见陛下为贵妃娘娘发病的模样。如今只一封密信而已，他一点儿也不惊讶。至于后宫不得干政的规矩，只要不往外说，那便是没有。宋玄将密信看完，这才看向锦衣，说道：“众梦大皇子已与神旨的人勾结，开始往军队安插众梦细作，成为士兵。”锦衣心底一惊。 不禁脱口而出：“那神旨竟是这般胆大妄为，当真与那众梦勾结，想要害我大玄。他只知沈家父子野心十足，却没想到他们当真这般歹毒，竟是为了争权夺利而勾结外敌。沈正宇、沈芷两父子罪该万死，他们不将陛下放在眼里，更不将这数百万大玄子民放在眼里，这般阴险毒辣，定要将其一网打尽。”沈青念的言语间也带着咬牙切齿。 将敌军混入自己军队，若是不加以处理，恐连家国都要丢了。那崇梦太皇子本就是狼子野心，难以想象若混进来会产生何种后果。好在他们这边有夏千钧与孟云宋玄，面色阴寒。他对景逸说：“切莫打草惊蛇，让周时玉以及陈母将可疑之人统计下，一切等朕指令。”是，陛下。景逸抱拳行礼后，退了下去。 殿外，小菊与朱兰守在门口，两人见出来的锦衣都垂头行礼。可，小菊姑娘，请你跟我来一下，娘娘让我传话给你。锦衣看向垂头的小菊，耳根处浮上淡淡红色。小菊神色狐疑，却依旧是跟随锦衣来到一处无人之地。你要说什么？她神色有些戒备的看着锦衣，上回她已拒绝过了，但显然这人依旧是不死心。 锦衣挠了挠头，小菊姑娘，我知晓你的顾虑。我的家世与长辈确实不能认可你，但我还有个弟弟，只要我们努力，我家中长辈也定会松口的。上回小菊同他说，两人不合适，家中长辈不会认可。小菊心中浮起几分莫名，他有些无语，这人怎就笃定自己想要争取？指挥使大人，你与我的立场不同，你并不是我，有些事你不会明白。 我现在也不想考虑太多，只想伺候好贵妃娘娘。那你就永远不出宫吗？锦衣有些气闷，他不明白对方是怎么想的。在他看来，对方所说都不是问题，为何要如此在意？小菊不欲同锦衣多说，只道：“奴婢身份低贱，还请指挥使大人放过奴婢。说吧”说罢，他便毫不犹豫的转身离去，只留给锦衣一个背影。他说的都是真心话，往后他出宫了，便好好经营铺子。 待银生能赚钱后，他便寻个老实巴交的男人入赘，最好是瘫床上动弹不得那种，旁人便说不了闲话。锦怡看着小菊那毫不留恋的背影，她有些愤懑的捏了捏拳头，只觉心头憋得慌。守在店门口的朱兰县小菊回来，她好奇询问：“小菊姐姐，可是出了什么事？”她方才瞧指挥使的神色，像是有些不大对。无事，小菊摇头，并不欲多说。 主殿内，在锦衣离去后，宋玄便继续处理起折子来。沈清念则是坐去了贵妃榻上半倚着看书，一室静谧，日子就这般过着。宋玄的身子也在逐步恢复，但奇怪的是他的呕吐之感却一直不见好转。直到七日后，他与沈清念一同用午膳时，在闻见蔬菜汤上撒的葱花便干呕起来，将这撒了葱花的菜都撤下去。沈清念见状，赶紧起身。 一边为宋玄拍着后背，一边吩咐侍从：“昨日男人便说吃了葱花有呕吐之意，今日嗅到葱花的气味就开始干呕了。”福海带着人手忙脚乱的将桌上带葱花的菜色全部撤了下去。小菊与朱兰则是将窗户推开，又点上茉莉气味的熏香。宋玄这才缓了缓，他只觉腹中翻江倒海时再是难受，却什么都吐不出来。沈清念将眉头紧紧皱着，他不放心的询问。 可还觉得难受？我无事，青念你不必担心，我歇会儿便好了。宋玄眉头微蹙，难受却依旧轻声安抚着他。沈青念抿唇，那你还能吃得下吗？宋玄无奈摇头，他现在完全没有胃口。为陛下斟茶。沈青念一边起身，一边吩咐小菊，随后则又说道：“不能再这般下去，我现在就让人去请神医前来。眼下男人的病还未好全。” 这般吃不下东西会影响身子痊愈。宋玄见状也未阻拦，只说：“你眼下还怀着孕，先坐下继续用膳，我叫人传信给神医便可。”他这今日虽是虚弱之症好了许多，但反胃之感却是越发的重了。同青念在一起时，他都是强行忍耐，实际的情况要比青念瞧见的严重许多。这顿饭宋玄没再吃，只有沈青念吃了些。在下午时。 锦衣便领着神医来了，神医上前为宋玄诊脉，沈青念面染焦急。待神医诊完脉，他便迫不及待询问：“神医，陛下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为何会这般？”神医捋了捋胡须，面上神色也带着几分迟疑。他道：“陛下的身子除了体虚外，瞧着并无别的原因。请问陛下最开始有此症状是从何开始？是自那日回京开始。” 起先只是闻不得刺激气味，到现在仅是葱花的气息，便会觉得气闷难受，想要呕吐，但从未吐出来过。宋玄回答着，他此时的面色有几分苍白，眉宇间也夹杂住化不去的燥意。这重随时随的想要干呕的症状，令他心情烦躁，有时连折子都看不进去。神医面露沉思，又问：“陛下除了闻不得刺鼻气味，可还有别的？” 陛下这今日的口味喜酸喜辣，性情方面似乎也有稍许的烦躁。沈清念补充住，但他越说越觉得有些不对。这些症状未同时提起他，他还莫意识到，但眼下一股脑的说出来后，他便觉着有些不对了。陛下如今这症状，怎么同他怀孕后的症状如此相似？再看向宋玄，对方依旧是皱着眉头，一副毫无所觉的模样，倒是神医的神色变得有几分难以言喻。 咳咳咳，神医低咳几声，宋玄看向他，询问：“神医可是诊出了什么？”陛下的呕吐之症，草民闻所未闻，却曾在一本年代久远的医书上看过此症。症状虽是都对上了，但神医一边说着，一边将目光隐晦的瞧向了沈清念的小腹。后头的话他不敢说出。宋玄宇气阴恻恻：“神医为朕诊治，做什么？乔贵妃，你且明说。” 朕的症状究竟如何？神医见状，腿脚一软，立刻便跪了下来。陛下现在的眼神，就好似要吃人般。他小心翼翼作答：“回禀陛下，按照那医书上所写，是有一怪症。夫妻若是情谊深厚，夫人有孕时，夫君会格外格外疼惜。那夫人孕时的孕土之症，便会转移至夫君身上。草民以为，陛<必>陛下的情况与之很是相似。” 他也是头一回遇到这种情况，若非那古医书上描述的这一症状非常奇特，他也不会记得这般清晰。沈清念听闻神医所言，他先是未反应过来，随后一双水眸才逐渐惊讶的瞪大。他看看神医，又看看宋玄，神色欲言又止。宋玄倒是没过多的惊讶，他只是有些疑惑道：“那依神医所言，朕的呕吐之症是因青念的身孕？” 他记得念怀燕青与小溪时十分难受，后期更是连脚都肿了起来，实在是辛苦。回陛下，按照那古医书上所写，正是如此。神医拱手回答。宋玄又问：“既是朕有了孕反，那青念的身子是否会舒适些？倘若能够代为青念受过，那他觉得再好不过。”神医对当今天子的此番提问并不觉得惊讶，毕竟先皇后离开后。 天子连头级都换过，眼下想待贵妃娘娘受那怀胎之苦，这也确实是天子能做出的事儿。那古医书上确实写住夫君若是患上呕吐之症，其发期便会神采奕奕；但后期随着胎儿长大，那脚肿身重之辛苦，夫君并不可代受。神医斟酌回答着。宋玄闻言，心底浮起几分失望，但随即又说：“索性也能分担些。”神医。 天子当真是爱妻心切，朕既是无事，便请神医为贵妃诊一诊平安脉。宋玄示意神医去为沈清念诊脉。沈清念这时也才从惊讶中回过神来，他神色间依旧是有几分恍惚。神医此时已来到他跟前跪了下来，还请贵妃娘娘让草民为您诊平安脉。神医示意他将手腕伸出，沈清念依言照做。待神医搭上脉后，他这才询问道：“陛下的身子可好？” 他忧心男人的身子会因那呕吐之症出现什么问题，本身对方的身子就还未好全。神医笑着回：“还请贵妃娘娘不必忧心，陛下的身子很快便会痊愈。至于那呕吐之症，草民会这些药丸及清爽油为陛下送来，便可缓解呕吐之意。”沈清念闻言这才放下心来。神医在为他诊完平安脉后，便提着药箱离开了。门口守着的锦衣县神医出来。 立即迎上前去，将人送离了行宫。殿内，宋玄继续批注折子，沈清念则坐在贵妃榻上，小菊为他重新斟了热茶。沈清念瞧了眼斟完茶，继续站回自己身后的小菊，他有心想说些什么，但最后也未开口。在傍晚快用晚膳时，便有人送来了神医治好的药丸与清爽油。宋玄服用过后，当真效果不错。晚膳时也能够吃下荤腥了。沈清念见状。 这才松下一口气来，人若是长期不食荤腥，那身子都会差上许多，更别说日日需要动脑处理公务的宋玄了。行宫内的日子过得很快，宋玄的身子在逐步恢复着，沈清念的紧绷的精神也缓和了下来。日子过得悠闲，他每日便在行宫内游玩，也会写信给小燕青与小西两个小豆丁，倒是缓解了他不少的思念。很快，时间便来到快回宫的前一夜。 今日是最后一夜，殿内红烛摇曳，清淡的茉莉气息萦绕。宋玄与沈青念躺在床榻之上，角落的纱帐被夜风吹得摇摇摆摆,摆。整个殿内此时只有他们二人。青念，我身子已大好，明日便可启程回宫。宋玄楼景怀中女人，语气暗哑又有些低沉。沈青念窝在对方怀中，他感受住对方有些发烫的温度，轻哼一声。 知晓你身子已大好，就在前几日，他便能清楚的感受到这人的身子越来越好。有时只要他一接近，便能发觉有了反应，就似从前一般。沈青念这般想住，他忍不住抬手摸了摸男人的小腹。这十多日以来，男人都不曾习过舞，此处的手感摸着倒是依旧，结实微弹，不曾退步的模样。宋玄闷哼一声，将怀中作乱的手给按住，沉沉开口。 青念，你怀有身孕，不可这般。若是实在想，便也要等三月过后才行。他虽是这般说着，那狭长的眼尾处却有几分泛红，倒是比怀中之人还要荡漾几分。沈青念见状，悠悠解释：“是陛下误会了，我是想着陛下许久不曾舞剑锻炼身子，便以为陛下身子会有所变化。”宋玄闻言，耳廓微微泛红，他知晓自己是曲解了。 却依旧是紧了紧搂住怀中之人的胳膊，有些无奈。红烛暖帐，怀中又是心爱之人，便是圣人也忍不了。两人早已是心意相通，又怎能不动情？但沈清念怀着身孕，最终两人也只是相互抚慰一番后，便相拥而眠。一夜很快过去，翌日一早，沈清念是被宋玄给叫醒的。今日需早早回宫，若是你还困顿。 便上了马车后再睡。嗯，宋玄搂着他轻声说着。沈清念怀着身孕，要比平日睡得多些。昨夜两人虽未到最后，却也是闹了一阵。他此时困得连眼都不想睁开，只挥了挥手，嘟哝道：“便在睡一刻钟。”宋玄见他这困顿的模样，脸上浮起笑意，俯身在他额头落下一吻后，自己便轻手轻脚的起身了。沈清念是睡到快临行时才起身的。 他被男人亲自带着书洗完才便坐上了马车，车内的小桌上摆着饭菜。宋玄牵着沈清念的手坐去软垫上，他指着这些饭菜道：“皮蛋瘦肉粥、醋溜白菜、咕噜肉，都是些合你胃口的。距离回宫还要些时辰，便先垫垫肚子。”这是是他提前吩咐随行工人准备的。沈清念看着小桌上的饭食，他心中微动，笑说：“陛下当真是有心。” 男人总会在细节上做些令他感动之事。帝王赐的金银锦衣并不难的，反倒是这些小事更显珍贵。对你自是要用心的。宋玄将皮蛋瘦肉粥端至他跟前放下，他低头一口口吃着。因自己起来的晚，男人已单独用过早膳，眼下正坐在他身的软榻上看书。待沈清念吃的差不多后，他这才看向低头看书的男人，询问道：“陛下可有想好回宫后该如何了吗？” 这件事他早与宋玄已经谈论过好机会了，但回回都以失败收场，只因最好的法子是要先将他冷落，对方很是不愿。但眼下已踏上回宫之路，此事必须要商议好才行，万不可出了岔子。宋玄听闻他所言，眉头立即微微蹙起。青念，我觉得无需冷落你，也可将计划进行，但陛下只有此计才是最快的。那沈家父子。 通敌卖国，速战速决是最好的抉择。沈清念坚持的说：“住，只有男人与他假意离心，沈正父子才会看到时机而有所动作。”宋玄不言，显然并不赞同他所言。沈清念见状，他来到男人身侧，将自己的手附到对方手背上，轻声说道：“只是假意离心，又并非是真的。到时陛下私下寻我便好，半点也不碍事的。”宋玄听他这般说。 神色间这才浮现几分动容，他又连连劝慰一番后，这人才松下口来。两人将此事说好，沈清念这才轻轻松了口气。一个时辰后，两辆马车分别驶入皇宫。沈清念这辆朝着金殿而去，宋玄那辆则是直接回了永安宫。前来迎驾的小夏子与宫人都是满脸摸不住头脑。通常陛下与贵妃娘娘都是共乘同一辆马车，这从行宫归来后竟是分了开来。 这是吵架了。小夏子瞧着两辆分开越走越远的马车，面带疑惑。跟随小夏子前来接驾的小太监小心询问住：“夏公公，这东西还往金殿里投送吗？”按照规矩，入宫的马车在这是要停下的。小夏子也事先备了些清水与糕点。小夏子面色凝重，他甩了甩手中浮尘，一时间也有些拿不定主意。陛下与贵妃娘娘的马车不仅是莫停下，竟是还分开坐了。 这可是贵妃娘娘入宫后的头一回啊！这时，福海小跑过来，他一边朝自己师父使眼色，一边开口道：“师父，您可快着点儿吧！陛下从三宫回来时发了好大的火，先别管贵妃娘娘了。”小夏子心头咯噔一声，他也顾不上别的了，转身便跟着福海往永安宫内跑。没多久，宫中便传出了贵妃娘娘失宠的讯息。 陛下自行宫归来后，便立刻将贵妃娘娘禁足。听说是在陛下养病期间，贵妃娘娘惹了陛下不开心。当晚，陛下便传了众梦神女事情，而金殿内砸东西的声音更是不绝于耳。夜间，寒气森森的冰殿内，跪在先皇后冰棺前的沈曼正低低诵读着经书。他此刻面如金纸，神色萎靡，看起来比躺在冰棺中的先皇后更像尸体。 这半月来，他遭受了身子与精神心神的双重折磨，日日跪在这冰殿内，他的膝盖早已被冰寒侵蚀，令他痛苦不已。而冰殿的恐怖更是令他害怕恐惧。就在沈曼诵经时，门口看守的两个宫女似乎在谈论些什么。你听说了吗？陛下今日回宫后，立即就将贵妃娘娘禁足，这会儿又招了神女侍寝，贵妃娘娘的专房之宠恐怕是要破了。神女。 来咱们后宫也有一段时日了，若非是贵妃娘娘在，陛下恐怕早已宠幸神女。毕竟当时众梦大皇子可说过，的神女变国太安康。你说的不错，这般好的寓意，陛下又怎会放过？咱们这后宫的主子还是太少了，若是多上几人，也不至于让贵妃娘娘这般专宠。嘘，这话可不能说，若是被主子知晓，这可是要杀头的。跪在冰殿内审漫，审曼。 听见宫女的话，他诵读经文的声音不自觉的慢了下来，但很快又恢复了以往的语速。眼下他已不再想别的，只想在这后宫活下去。秋寿一事令他安分许多。这时，子斐与子玉走了过来，子玉快步来到沈曼跟前，有些激动的将人给扶了起来。他嘴里连连说住：“沈答应，陛下方才解了您的禁足，您往后便不用在这兵殿诵经了。” 沈曼的膝盖早已麻木，眼下起身只得半倚在紫玉身上。紫绯正在与看守的宫女交涉，当他听见紫玉所说，眼泪立即涌了出来。陛下当真是放了我！沈曼泪眼婆娑，这半月来她日日都痛苦不已，如今陛下下令放了她，她既激动又兴奋。紫玉点头，是陛下亲自派人来传的旨，沈答应我们能回去了，往后都不用在兵殿跪着诵经了。 沈曼心中激动，心底不自觉在想：陛下此次放过他，是否与禁足贵妃有关？那头的子翡已与宫人交涉完毕，他来到沈曼身旁，与子玉一同将其扶了回去。沈曼回到自己住处，他并未做过多的歇息，立刻提笔往宫外写了封信，信中说了贵妃禁足一事，也透露他自己因缺钱而在后宫寸步难行，在兵殿跪了半月，他已不奢望帝王恩宠。 此时能做的，便是在这后宫好好活着，再想法子让沈正送钱进来。玄月高挂，秋意浓浓，金殿内，香辣的锅子飘荡在殿内。沈青念正与两个小豆丁以及柳玉柔正一同用着宵夜，是麻辣锅子的滋味。只见那殿内的桌上摆放着一个锅子，里头正咕嘟嘟冒着香辣的热气，桌上摆了不少的菜色。 仔细一瞧，都是生的。沈清念与小豆丁三人正围坐在桌前，一边喝茶，一边吃着锅子。嘶哈，嘶哈，娘亲，这香辣牛肉真好吃，孩儿觉得锅子比烤肉好吃。小燕青一边吸住气，一边竖起大拇指夸赞着。小沈西将肉丸塞进嘴里，也连连点头。秋日吃锅子是再舒服不过了。沈清念将口中薄薄的鱼片咽下。 笑道：“好吃便多吃一些，辣着了便吃番茄滋味的，那个酸酸甜甜也很是好吃。”她因怀着孕，饿得快，晚上想要吃些有滋味的，便吩咐下人做了锅子。青念，你也少吃些辣，孕妇最易上火，需注意注些。柳玉柔也轻声叮嘱着。沈青念笑道：“娘亲，你放心，我不贪嘴的。”几人围坐在桌前，吃得开心。 丝毫没注意到走进来的宋玄，他在看清桌上摆放着的锅子时，语气顿时变得有些委屈。永安宫，你们不肯来，眼下竟是躲着我在这吃锅子。他回宫后便在永安宫内忙忙碌碌，想要让母子女三人偷偷去殿内陪他，哪知却被无情回绝，只让他好好带着江西做拳。柳玉柔见宋玄前来，连连起身行礼，却被宋玄抬手制止。两人也算是熟人。 柳玉柔也不再去送玄，便重新坐了下来。父皇，娘亲怀着身孕被你禁足便算了，眼下你却连她吃锅子都要管，当真是只见新人笑，不闻旧人哭。小沈西喝下一口牛乳，嘴里气哼哼的说着，这句话还是小丫头今日在永寿宫中学的，眼下便被活学活用了。沈清念被逗得笑意连连，他调侃说住：“小溪说的不错，陛下竟是这般无情。” 连锅子都舍不得让我吃了，宋玄佯装生气，他一把便将椅子上的小沈奚给抱了起来，板着脸说道：“小丫头如此不讲道理，想必明日的沙冰也不想吃了。”秋日渐凉，但小孩子依旧是喜欢冰冰凉凉的东西。沈清念规定，两个小豆丁今年能吃最后一回，日子便定在明日。父皇辛苦，是孩儿未体谅父皇不易，还请父皇莫要生气。 小丫头立即便为了沙冰倒戈，嘴里连连说着，直逗得大家笑出了声。小菊这时也为宋玄将碗筷与椅子加上：“陛下请坐，这牛羊肉很是新鲜，想必十分合陛下胃口。”柳玉柔起身说着：“他曾听青念说过，陛下喜牛羊肉时，宋玄却皱了皱眉，只说：“随意便可，眼下朕也不怎么饿。这今日他的呕吐之症虽是缓解良多。” 但依旧是接受不了重口之物，牛羊肉是半点都不想沾。娘亲，陛下虽在行宫已将怪症治好，但平日用膳的口味却发生了些变化。那些重口的食物现在对陛下来说都不太适口。沈清念解释住，孕吐转移之症自是不可能说出，只能说男人胃口发生了变化。他这般详细解释，看似是在同娘亲说，实则是在告知两个小豆丁，待会儿。 莫要给男人随意夹菜。柳玉柔闻言点头：“陛下辛苦，无妨，柳夫人随意便是。”宋玄随意挥了挥手，桌上加了个人。沈清念便又吩咐小菊去取了些蛋饺以及鸡肉过来。一家人其乐融融的吃着，好不惬意。永安宫内，夏千钧独自一人坐在殿内，时不时还要娇笑或呻吟两声，显得怪异又好笑。他有些气闷。皇上是爽快的走了。 只留他一人在这殿内做戏，当真是辛苦至极。接下来的一连好几日，宋玄夜间都是招的夏千钧成宠，天子的赏赐流水似的往他宫中送去，一时间夏千钧在后宫中风头无两，就连一心礼佛的皇太后都送了一副头面过去。就在大家以为夏千钧要压过贵妃时，贵妃的金殿之中传出有喜，皇上在得知后便立即将贵妃的禁足解去。 也赐了些东西去金殿，却依旧未踏足金殿。沈曼在知晓贵妃怀孕后，她心中极恨又气恼，但终究是不敢动作。贵妃张狂狠辣，她怕了。又过了几日，她收到宫外沈正的传信，一同送来的还有一沓银票，以及一只手串。那血红发亮的手串散着异香，触感寒凉刺骨，令人悚然。沈曼将手串放到桌上。 他细细读起信来，越读，他的心便跳得越快，手也颤抖的厉害。那沈正给他传的信，实在是胆大至极，他竟是让自己对陛下下药。沈曼颤抖着手将信纸烧掉，他看着窗外如血的残阳，眼底情绪莫名。他不想，不想这般憋屈的活着。在沈曼收到信时，宋玄那头也收到了风一模一样的，宫内外的每封信。 都会被暗卫拦下后重新临摹。沈清念看完信上的内容后，他皱眉开口：“陛下，看来需将神医传入宫中。”沈正终于有所动作。片刻后，暗卫领命飞身离开皇宫。当夜，神医便悄无声息的被接入宫中。很快，沈曼那边开始想法子与宋玄偶遇。他利用沈正给他的钱打点了些工人，从那些工人口中，他打听到宋玄的活动轨迹。 又想法子置办了几身衣裳，日日等候在那些地点，奈何后宫水深。沈曼打听到宋玄的位置，虽都是对的，但依旧是难以接近。足足磨蹭了半个来月，他依旧是毫无进展。最终还是沈清念觉得实在耽搁计划，他亲自出手将宋玄身旁的宫人撤去许多，又让神医扮作小太监跟随在宋玄左右，这才让沈曼有了机会。这日，宋玄在路过御花园时。 一旁等候已久的沈曼带着手串扑了过来，她惊叫出声，直接倒在了地上，手串也掉落在地，可见是摔得不轻。陛下，宋玄冷硬的脸上是不加掩饰的厌恶。沈答应是有何事？妾身多日不曾见到陛下，心中实在想念。沈曼倒在地上，她龇牙咧嘴的说着早已想好的说辞。宋玄见状后退一步，很是避之不及的模样。 他朝身旁小夏子挥手，将沈答应扶起。小夏子赶紧上前，他将倒在地上的沈曼扶起后，又不着痕迹的将那手串捡起，换成了藏在衣袖中一模一样的一串。沈答应，这是您的手串。小夏子将手串递给沈曼，沈曼这才发现自己的手串不知何时掉了，他赶紧接过后套在自己手腕上，而后又有些紧张的捏了捏腰间的荷包。 只要是靠近手串的人都会受到影响，而这荷包内装着解药，能为他缓解掉七八分手串的药性，虽不可完全解除，却也算一大保障。信中的沈正承诺，只要他带着手串接近陛下，让手串影响到陛下便可。但是成后，他在后宫的位分便也会晋升。他不太敢想沈正信上说的晋升是如何晋升，但眼下的情况是他不得不带上手串。 宋玄沉沉眼神看着沈曼手腕上的鲜红手串，他冷淡开口：“沈答应的这手串，色泽瞧着倒是艳丽。”他眼神凌厉又冰冷，令沈曼后背生寒。回，回陛下，这手串是家父入宫前送给妾身的。沈曼战战兢兢作答，他内心的恐惧大于激动。经过这魔多事，他早已看清陛下的真面目，再也不敢妄想，反而是觉得这般态度的陛下。 格外恐怖，就像是尊冷面杀神般。从前他当真是痴心妄想，才会做出那些在刀尖上跳舞之事。没被下令处死，已是他命大。越想，沈曼便越觉得天子可怖，竟是不自觉颤抖起来，身子似那风中落叶般。宋玄将他的反应看在眼底，只淡淡开口：“朕听闻沈答应会抚琴。”沈曼愣了愣，颤抖的身子停了下来，他低头小心作答。 回陛下，妾身只略通一二，他并未谦虚，自己确实只会皮毛，是沈正找人教他的。入宫后他也不曾练习过，想来谈也是谈的磕磕绊绊。宋玄闻言转身便走，身旁簇拥着他的宫人也跟随离去。沈曼待在原地，一时间不明白该如何是好。小夏子来到他身旁，轻声提点着：“沈答应，你的机会来了，还不速速跟上陛下。” 沈曼这才如梦初醒般跟了上去。永安宫内，沈曼有些紧张的坐在古琴前，宋玄坐在距离他稍远的位置。他刚想开口说话，便瞧见有工人抬了一张大大的屏风过来挡在两人间。那屏风精致无比，竟是两面都有绣花，一面是恢宏无比的战场，一面则是繁华热闹的京城。沈曼的目光不自觉跟着那面屏风挪动着，他看着工人小心翼翼的将绣花放下。 将宋玄的身形完全遮挡，还请沈答应抚琴，陛下在屏风后处理批改折子。小夏子端着笑脸，很是恭敬。沈曼点点头。信中所说，只要是共处一室，那便会受到手串影响。他深吸一口气后，将手抚上古琴，磕磕绊绊的琴声响起，听得一旁的众工人皱起了眉。再看那屏风后头，哪里还有宋玄的影子？ 他早已出了永安宫，往金殿而去。金殿内，沈清念刚带着小沈奚至永寿宫归来，正在殿内与沈清念看书。小燕青在国子监还并未下学，娘亲，娘亲，书上说秋日就该放风筝的。小沈奚眨巴着大眼睛，里头满是渴望。沈清念有几分无奈，这才刚看书，都不到一盏茶的时间，便开始吵闹了。小丫头是个坐不住的。 都说三岁看老，他觉得这小丫头就不是个读圣贤书的料，所幸他要求也并不高。若是小丫头往后当真是读不进，做不了那得体公主，便赐她一府邸，再破格赐予富饶封地，任她耍便是了。只要不荒唐，不做那混账之事，就可轻念。不如让我林小溪出去玩玩，你在殿内也休息休息。柳玉柔上前说住，她心疼轻念怀着身孕还要应付小溪。 小丫头可是闹腾的紧，沈清念点头，让朱兰带人随你们去，再拿上披风。小沈西闻言，眼睛立刻亮了，好耶！我拿着风筝要去寻神女与三皇子玩。在沈清念与宋玄去行宫的那些日子，两个小豆丁便已跟夏千钧与孟允混熟。柳玉柔与小沈西出了金殿，他们前脚离开，宋玄后脚便来了金殿。沈清念见他前来，神色间染上惊讶。 不是在听沈曼抚琴，怎地来了我这里？你怀有身孕，我自是每日都要来瞧瞧你的。男人来到他跟前，将他的手牵起。沈清念将手中书籍放下，笑道：“小西与娘亲出去玩了，陛下正好与我对弈两局。”宋玄目光落在他放下的书籍上，那是一本讲棋局对弈的书，这是把我当做练手的了。宋玄含笑说着，沈清念挥手让小菊将棋盘拿来。 便开始与男人对弈起来。傍晚时，小燕青下学归来，小沈溪也玩了回来。宋玄理所当然的留在了金殿，直到玄月当空都不曾离开。他是要留宿的。而永安宫内的沈曼，他弹琴弹到手都痛了，屏风后的陛下还未叫停，直到殿外的天色完全黑下，他终于忍不住，小心翼翼的询问起旁边的小夏子：“夏公公，眼下天色已黑。” 我的曲目也已弹完，可否劳烦你帮我问问陛下？他早已将会弹的曲目弹了三遍不止，手指也十分疼痛。小夏子闻言笑道：“陛下批改奏折时常会废寝忘食，奴才这边去帮沈答应问问。”说罢，他便弓着腰去了屏风后，很快便又走了出来。陛下请沈答应先回去，说是沈答应琴音绝妙，请你明日继续前来抚琴。小夏子脸上的笑意。 是挤出来的。天知晓这沈答应的琴技多么差劲。方才他守在这刚开始时，好似魔音穿耳，后来稍稍好些，却依旧算不得动听。沈曼闻言，心中欢喜，连指尖的疼痛都顾不得了。他正愁明日当如何接近陛下，没成想陛下竟是主动提出让他再来。沈曼开心的永安宫离去了，他也不想着让宋玄碰他，只想完成沈正交给他的任务。 为自己争一个前程便好。接下来的几日，沈曼日日都来永安宫中抚琴，通常一弹便是整个下午。晚上，宋玄偶会招来夏千军侍寝，金殿那头他是再也不曾踏入。而贵妃也好似沉寂一般，只日缩在金殿内养胎，偶尔会同太子一起去永寿宫坐坐。日子就这般过了大半月。一日，宋玄在上早朝时，因沈正呈上的折子大怒。 他当众便将折子狠摔在地上，气得连身形都晃了晃。下头的朝臣顿时便静了声，再不敢言语。宋玄刚回永安宫内，没多久便传了御医前去。很快便传出当今圣上气急攻心的传闻，人人都在说是沈正将圣上气出了好歹。也有人觉得圣上的身子还未好全，行宫之疾并未痊愈，加上神旨迟迟未去边关。 流言纷纷朝沈家父子砸去，不少人都对他们敬而远之，而沈正倒是没时毫变化，他的心情甚至是肉眼可见的很好。他心底明白，圣上这般暴怒，是因那手串起了作用，再有那边关士兵当中不少混进了众梦之人，他的计划很快便要实现了。不久后，宋玄昭、沈正入御书房议事，他还未进御书房，便听闻里头传来一阵琴声。 守在门口的福海笑着解释：“还请沈丞相稍等片刻，是沈答应在为陛下抚琴。”沈正眼神一亮，立即询问：“沈答应可是时常前来为陛下抚琴？”“此乃后宫之事，但他是沈曼的父亲，多问一句也是常事。”“回沈丞相，近日陛下很是喜爱沈答应的琴声，日日都要听着琴声批折子。”福海如实回答。沈正闻言，眼中浮起笑意。 那深处充斥着欲望及野心。不一会儿，一脸菜色、十根手指都缠着纱布的沈曼被扶着走了出来。他与沈正打了个照面，在微微点头过后，沈曼便被工人扶着离去了。请沈成相入内，福海连连招呼。身旁沈正看见沈曼这般模样，并未多问，他根本没多瞧沈曼一眼，反倒是有些激动的整了整走进御书房。只要沈曼能够多与陛下接触便好。 至于对方的身子如何，他是并不在意的。御书房内，宋玄的态度很是暴躁，甚至还用砚台将沈正的额角给砸出了血。但沈正并未生气，甚至在出御书房后，脸上还浮现了笑意。接下来的一段时日，当今天子性情愈加暴躁，甚至有事还会动手打人。有次还亲手砸了沈曼的正在弹奏的古琴，将沈曼吓得不轻。在前朝时，天子也变得十分武断。 甚至将那明眼人都能瞧出的案子给断错了，还抄了好几个公骨之臣的家，就连叶令周都被拖出去打过板子。整个前朝风声鹤唳，人人自危，宫内外开始逐渐传出天子性情易怒暴躁的流言。日日上朝的大臣都唉声叹气，生怕陛下将那火气撒在他们身上。这日，宋玄正陪着沈清念母子女三人在金殿内，沈清念此时的肚子已微微隆起。 如今她已有四个月身孕了，她此时坐在软榻上，正瞧着两个小豆丁作画，身旁的男人时不时便瞧一眼她或是她的肚子。眼下已是冬日，昨天夜里还纷纷扬扬的下了大雪，整个天地一片银装素裹。殿内的银丝炭火烧得很旺，整个屋子内都是暖洋洋的。陛下，娘娘，外头又下雪了，奴婢看那红梅开的盛，便摘了些下来。 小菊抱着一束染血的红梅走了进来，她身上和头上都落了雪花，红梅上也染着雪，瞧着娇艳欲滴的。沈清念挥挥手，小菊低头捧着红梅去了屏风后，她与朱兰在后头将红梅插屏。下一刻，沈清念便觉一阵冷意袭来，是小希那妮子窗户开了一条缝，正偷眼瞧着外头的大雪呢。一道黑影闪过，窗户被快速的重新关上。 宋玄站在窗边，满脸严肃的看着小溪，不可开窗。你娘亲眼下怀有身孕，受了凉会很麻烦。孕妇是不能随便吃药的，染疾过后只能硬撑着。小溪闻言，立即面露愧疚之色，他大大的眼睛看向沈青念，娘亲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，往后别这般便可。你可是想出去看雪？沈青念并未责怪小沈溪，反倒是这般问着。 自从他小腹显怀过后，小溪便乖巧许多，事事都会想到他肚里的孩儿。他猜想此时的小溪也是这般。小沈西扯了扯粉色裙背，小心翼翼的开口道：“是有些想的，但娘亲你眼下有了宝宝，我也是愿意在店内陪着你的。他不想让娘亲觉得自己光顾着玩耍，而不顾小宝宝了。”沈清念闻言，眉头稍稍蹙起。正当他想说什么时， 那守在外头的福海走了进来，福海行礼后，低声禀报：“陛下，是沈丞相与沈将军求见，说是有边关要事求见。”沈清念听闻是边关一事，立即说道：“陛下，你快快前去，想来又是因神旨回边关一事。近日边关的周时玉与陈努风头很盛，原本忠于神旨继承车兵们，也隐隐有拥周时玉与陈努之事，整个边关都在传。” 沈将军不会回去了，他想过了京城的荣华，而不愿再回边关那苦寒之地。宋玄闻言也莫再多说，他弯腰在沈清念额头落下一吻后，又同两个小豆丁道别，便匆匆离去。沈清念看着男人略带清瘦的背影，心底浮起担忧。为了配合计划，宋玄甚至连顿顿的饭菜都少用许多，只为了让沈正父子以为他已中毒。而在永安宫伺候的工人已断断续续换下一批。 用的油头都是工人们身子不适，那跟在沈曼身旁的紫玉与紫翡倒是没动，两人贴身伺候沈曼，自然也受她的荷包影响。这时，小菊将那插好的娇艳欲滴的红梅给端了上来。娘娘，是否要让奴婢带小太子与小小姐出去转转？小菊轻声询问。方才在屏风后，她已听见陛下离去。我不去，我要陪着娘亲。小沈溪立即大声回答。小燕青也点点头。 两人似一副守护者姿态，沈清念摸了摸二人的小脑袋，说道：“你们不必这般的维护娘亲，喜欢玩便去玩。他不希望小老三还未出生，两个大的便让步与他。小沈西与小燕青本就想出去玩，这会儿自以娘亲都开口了，他们也不再推拒，欢天喜地的便跑了出去。御书房内飘着冉冉龙涎香，自贵妃被禁足后，殿内那掺了茉莉的龙涎香。” 便将那茉莉香料给剔除了。沈正父子跪在地上，沈芷朝宋玄磕头，说道：“陛下，微臣身子已大好，近日来边关不太安稳，还请陛下下令让微臣前往边关，护边关将士与百姓安危。说吧”说罢，沈芷便冲着宋玄磕了个头。当今圣上给他虎符，却又不准他回到边关，眼看着边关的战士们起了疑心。 甚至起了有意拥副将之意，还有人造谣他在京城享受荣华而不想回边关，这种一瞧便破绽百出的谣言，一看便是有人刻意为之。奈何边关那帮大字不识的兵蛋子真信，这今日神旨都有些急躁。他也确定陛下不想让他回边关，但现在不管说什么，他都要回去了。侄儿待在京中也是个闲人，陛下不如就准他回了边关吧。沈正也磕头说着。 重梦大皇子已准备好，只待侄儿前去交接。宋玄看出父子俩脸上的焦急，他自然是不允的，说道：“边关形势并不严峻，沈将军继续在京中歇着便可。若是战事起，朕自会派沈将军出征。”沈芷闻言闭了闭眼，这才将心中怒意勉强压下。跪在他身旁的沈正对住宋玄叩首：“陛下！”他话还未说完，便被急匆匆入殿的工人给打断了。 那工人脸上满是惊慌，他跑到宋玄跟前跪下后，战战兢兢的开口说道：“陛，陛下，冰殿不知为何忽然起了火，工人们现已将火扑灭，还请陛下吩咐。”宋玄立即自椅子上起身，神色间也已是一片怒意。他语气冷冽而森然：“是何人纵火？”回陛下，今儿个一早，是，是沈夫人朝皇太后递了折子。” 说是许久不见先皇后，想要看看先皇后仪容。谁知沈夫人入冰殿后不久便着起了火，跪在地上的工人虽是慌乱，但说话却是条理清晰，三两句便将事件始末道出。宋玄听闻后，那如同刀般的眼神立即看向了沈家父子，语气更是冰冷至极：“你们两父子当真是好样的，竟敢让人去动青念灵体，用这种手段逼朕松口，真真是好大的胆子！” 他说罢，便气冲冲的离开了御书房，转而朝着兵殿的方向疾步走去。沈家父子一脸懵圈，沈夫人入宫之事他们根本不知，相互看了眼后，便也匆匆跟了上去。一路上，沈正只觉自己的心脏都快跳出来了，他从懵圈的状态中反应了过来，那蒋氏也就是他的夫人，本应在沈府的屋内躺着，又怎会忽然出现在宫中？沈夫人现在大半的时日都昏睡着。 吃的汤药都是专人调制，不会令他一时清醒。沈夫人那头，沈正也许久不曾关注过了。他忽然出现在冰殿中，还引了火，那必然是出了什么岔子。沈正越想，心中便越是忐忑，连带着表情都有些控制不住的扭曲。而走在他身侧的神指看见他的表情，神色间顿时染上几分复杂。他的生母病重，自他回京后便是日日昏睡，而他的父亲。 看似待母亲很好，实则却是不闻不问。天空又飘起了大雪，纷纷扬扬地砸在人的头上，头顶的天阴沉沉地，压得人喘不过气来。走在前头的宋玄脸色比天空还要阴沉。很快，一行三人便来到东宫内，在东宫当值的工人早已跪坐了一地，有些工人的脸上还有黑灰，身上也是凌乱不堪，显然是在方才就过火。这些工人见。 宋玄来了，立即将头磕在地上，等待着天子降罪。跪在最前面的工人小心开口：“陛下，方才兵殿起火，奴才们救的还算及时，但那火势是在先皇后兵棺旁燃起的，先皇后的衣杯有几分受损，但并不严重。”跟在宋玄身后的沈正闻言，这才大大的松了口气。随后他又抢先一步询问道：“那罪妇呢？要立即将那蒋氏处死才是。” 沈夫人被奴才吩咐人给压了起来，工人低声回答。宋玄沉住脸，将人带过来。说罢，他便抬脚走进冰殿。殿内的冰块化了些，地上有许多大大小小的水渍。宋玄大步来到冰棺前，沈正与沈芷也跟了过去。沈正在瞧见冰棺内尸体那完好无损的脸时，玄柱的心终于落在实处。正巧蒋氏也被压了上来，蒋氏的模样瞧着很是狼狈。 他身形很是瘦削，脸颊也凹了下去，眼下的青黑十分严重，眼神也是呆滞的，精气神都好似没了。你这贱妇，谁允许你私自入宫的？沈正忍不住怒骂出声，他恨不得现场救了劫蒋氏。沈只见自己母亲竟变成了这副模样，他眼底却露出心痛。而被工人压着狼狈不堪的蒋氏，在看见他后，那呆滞的眼底终是露出几分光亮来。这时。 正站在冰棺前检视先皇后灵体的宋玄，发出一声惊呼：“青念，你这是怎么了？”众人的视线顿时被他吸引过去，包括蒋氏也侧头看去。只见宋玄弯着腰，将手伸到了冰棺内，再次抬起来时，他的手中出现一张脸皮。宋玄面色阴沉至极，他提着手中的脸皮直直看向沈正，语气森然：“沈丞相。” 立刻给朕一个解释！沈正只觉天旋地转，下一刻他便跪倒在地。而被工人压着的蒋氏发出一阵尖叫。这日，沈正与蒋氏因涉险先皇后一案被打入天牢，沈指则是被直接禁足将军府内，由锦衣卫亲自看管。沈府与将军府仅一息之间，便由高处跌入泥里。同时，天子开始亲自彻查先皇后当年因生产而离世一案。自那日开始。 宋玄便又日日守在冰殿中，企图从其中寻出什么线索来。他的性情也变得更加暴躁了，身子也因冰殿中的阴寒而变得每况愈起来。御医走了一回又一回，军士说天子体虚，不可再日日待在冰殿，但天子并不听劝。从前有贵妃能在天子跟前说几句，但眼下贵妃失宠，就连神女陛下也不再召见。除隔三差五还会叫沈答应前来抚琴外， 陛下再无一知心之人，一时间，前朝与后宫都夹着尾巴做人，有些胆子小的恨不得想要当场辞官才好。冬日飞雪，堆着冰块的冰殿内更是冻得人瑟缩不已。沈曼正僵硬着身子坐在冰殿内抚琴。